你刚回来啊？阿姨还没睡啊？小雨睡了吗？早睡了，她今天一天不高兴，说是你们吵架了。吵什么呀？是为了结婚的事儿吗？啊，不是，是工作的事儿。你喝酒了，身上这么大味儿。刚才工作应酬，是不是把你吵醒了？我特地等你的，有些话要对你说。阿姨，你说。你身上的红疹子去医院看过了吗？还没呢，但是最近我一直吃过敏药，好多了。这药不能乱吃，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一定要弄清楚了，身体是自己的。我知道，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就去医院看看。说实话，这一阵子我对你很不满意，你自己看看，从开始到现在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小雨一个人忙前忙后的张罗着，她也有工作，她不忙吗？明明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，你怎么跟个甩手掌柜似的，什么也不管？我看你压根儿就是不想管。对不起，阿姨，我跟小雨，我一直尊重她的意见，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她的意思进行就行了。你这话说的。好像我们家小雨要结婚，逼得你不得不接似的。阿姨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跟你爸怎么说的？我看你们家对这事儿也不上心。你们俩有什么意见，干脆直说。如果不想结婚的话，也别耽误我们家小雨。阿姨，你误会了，我当然是想结婚了，这一点请你放心。那就好，我就小雨这么一个闺女。别怪我说话难听，这是小雨一辈子的幸福，我必须确定你做得到。等你哪天扛不住，你哭着喊着来感激我。结婚不是唯一的选择。你为什么不能实话实说？你跟小雨说那回求婚就是个误会，不就完了吗？Hello，怎么才回来呀？新工作室要装修，一直在开会。这些事儿你交给珍妮就好啦。可是最后不是还得我来下决定吗？但是你是艺术家，你干嘛管这些琐事儿啊？有时间多陪陪我不好吗？等下就好好陪你。一个人在家好无聊啊，要不我去工作室帮你。帮我？你能帮我做什么？你一天班都没有上过，我看你啊，还是乖乖在家待着。但是我就想一直跟你在一起嘛，你跟珍妮在一起的时间都比跟我在一块的时间久。嗯，我会减少工作的。对了，要是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，就能有多一个人陪你了。过一段时间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做一个检查呢？再说吧。
昨天是我情绪不好，不应该发火。你不要生气了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家咖啡店我知道，一会儿见。我知道。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让你很难堪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你想骂的话，你就骂，我听着。前面路口左转，我有点事情要办。什么事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李医生，哟。稀客呀，哎，快快快，里面坐。这是给您带的礼物，哦，这个是给您外孙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哎呦，伊贝诗啊，我听说这个保湿效果特别好。你说，这么多人每次来找我看病，也就是你每年都跑回来看我，还总带礼物来。那当然了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是你什么救命恩人呀？我又不是神仙，只有你自己救得了你自己。这盆花还是我去年给你买的吗？对呀，开的可真好啊，还挺香的，你闻闻。嗯，哎呀，待在这儿可真舒服呀，我觉得比待在家里面可舒服多了。哎呦，还有把诊室当家的，你这也是病啊，得治治。哎，你说到病啊，我发现最近我还真的犯病了。你先别下去了，我先去吧。要不要我陪你？不用了。按照您的要求，60万赔偿金，密码在卡上，您现在就可以查看。明修集团的面试邀请，这是我通过私人关系帮您联系的，待遇相比之前的 PAR 公司，不但没有降低，反而有所提高，希望您能够接受。哎呀，明修集团。你还挺有关系嘛。干我们这一行的跟很多家企业关系都很不错。这个呢是和解协议，您要是同意我们的条件，就可以在上面签字，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。不过你好像忘了，我还有别的要求。你男朋友陈先生他怎么办？您别的要求我们都可以满足，只有这个真的不行。对不起，他的态度你也看过，我要是就这么轻易放过他，那我岂不是太容易被你们摆平了？所以说，您是拒绝和解了。没错。这是什么？帕
哈尔公司之所以要解聘您，是因为您在公司任职期间，一直没有完成公司给您的额定任务，在您手上的几个项目先后都流产。公司一直以为是您业务能力有问题。有意思的是，昨天晚上帮您联系新工作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发现，您跟其他几家公司的项目都有合作。 也就是说，您没有完成PAR公司的任务，并不是您能力有问题，而是您同时私下接了几个竞争对手的项目。对吗，邹先生？您手上看的就是项目清单，您看一看，有没有什么遗漏啊？ 你怎么敢问？我刚才也说过了，干我们这一行的跟很多家公司关系都还不错。现在PAR公司还不知道这件事情，如果他们早就知道了，就不会请陈炯来解聘你了，而是直接起诉你。 所以现在对于您来说很简单，二选一，要么签了我们这份和解协议，要么就等着签PAR公司的起诉书。行，你厉害。 书签好，你还想干嘛？陈炯，你误会了。 邹先生准备签和解协议，我们马上就好。这件事儿到此结束。希望如此，邹先生。您的银行卡。 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你捅的娄子和你解决了呗。走吧，还要上班。 所以你觉得和你男朋友分手，不单是因为他有了外遇？ 而是和五年前的那些事情有关系。我说不好，我就觉着我好像一直都在原点。五年前我抑郁的时候是您给我治好的，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讲啊，你说人生很长，偶尔受到感情挫折，其实没什么的。我以后还会遇到男朋友，会比这个更好，会比这个更爱我。后来。 我也真的遇到男朋友了，也真的很爱我。可是，当你遇到一个真正很爱你的男人，你却不敢相信他，因为你害怕再一次受伤害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我自己也反思过了，他之所以会出轨，跟我一直不相信他是有关系的。我也想了，我跟他分手。 不仅仅是他的错，我也有问题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我这个是不是也是心理上的疾病？我是不是又病了？还是我一直都没好呢？不不不，你这个不是病。在感情上呢，有的时候没有对错之分，每一个人、每一段感情都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。 那你说，那么多人在感情上面都遇到了挫折，那都说自己有病，那我这份工作岂不是很容易赚钱？你说对不对？也是啊。其实吧，我不愿意别人叫我心理医生。我不是医生，
你也不是病人。现在社会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样和那样的心理问题。那你说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呢？不能光靠我们这些心理咨询师。最重要的呢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。其实你这个不算什么，你发现自己有心理上的问题，你就来咨询，哪怕没有什么病，至少你也会安心啊。嗯。前两天啊，有另外一个患者，他是真有心理疾病，而且严重的影响了生理功能。我让他来做心理咨询，他是死活都不肯，我也很无奈。小雨，今天谢谢你。我最近确实压力有点大，既要工作，还有想要结婚的事儿。我知道。陈炯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想好了回答我。你说。你是不是后悔向我求婚了？不后悔。我说了，让你想好了告诉我。虽然你的情况不属于心理疾病，但我也要给你一点建议。我就是来听你的建议的，你说的肯定对。我的建议，你不见得能接受。为什么呀？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为了报复那个男人，逼他向他女朋友求婚，你报复的时候，你有快感吗？没有，反而还挺难过的。难过？为什么呀？就是不甘心啊！你说我活得这么惨，他倒可好，交到新的女朋友还快结婚了。明明我是受害者，他是凶手，他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第二个问题，你能原谅出轨的男朋友，那你能原谅逃婚的那个人吗？当然不能了，我到今天这样就是他害的。这就是问题的所在，你还是没有放过你自己。你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，你还是觉得自己是那个受伤害的人。受伤害的人拥有主动权，拥有是否原谅的权利，而原不原谅决定着痛苦和纠缠的关系是否可以结束。大多数伤害了别人的人都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包袱，直到别人正式的原谅了他。你原谅了你出轨的男朋友，其实就要彻底结束和他的关系。真是这样吗？我没太听懂。但你还没有真正的原谅逃婚的那个人，你不原谅他，你就永远是那个受害者，你就永远会记着五年前那张刻骨的伤痛。于是当新的感情来临，当新的选择出现，你就会下意识地把自己和对方带入五年前的那个关系里。你认为这样做是在保护你自己，避免遭到当时同样的伤害。但是只要你陷入这个想法中，你就永远无法从那段感情里解脱出来。可是我做不到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一看到他，我都浑身充满了负能量。我觉得他就像一个负能量的蓄电池一样，我做不到我原谅他。其实你的这种情绪很多人都遇到过，在这个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在感情中受到过伤害，受伤害的原因不一样，程度也不相同，但是结果如出一辙，都是陷入在过去的情绪当中不能自拔，
一直无法展开新的人生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原谅了对方，那就是最好的办法。走了，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拜拜。先走了，拜拜。斌子，哎，你开车了吗？开了。送我一下。哦。我到楼下等你。你们俩还吵架呢？您没有预约，不能进去。李医生，他没有预约，非要闯进来，我拦不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记得你，你不就是那天来找我开药的吗？你姓？我姓陈。啊，陈先生，我们今天已经下班了。如果你需要心理咨询的话，可以跟我的助理预约。医生，我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以前是中心医院精神科的主治医生。你说你不能开处方药，但你跟医院打个招呼，他肯定会给你开。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现在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，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我真扛不住了。请坐。我不坐了。我这次来我就想求你，只要你愿意给我开药，随便多少钱的咨询费我都可以付。陈先生，你一直强调自己的情况有多严重，只能用药物才能解决，但是你至少要让我知道你到底有多严重。随便是谁给我钱我就给他开药的话，那我现在就不会待在这里，而是应该待在监狱里。请坐。不原谅是件很累的事情，不原谅意味着你仍处在被害人的身份上，承认你遭受了巨大的痛苦，承认你的脆弱与不安，你被迫记住所发生的坏事，回忆起每个令人难过的细节，并且背负着它继续走下去。而原谅会帮助你更好的遗忘，是真正了解痛苦的办法。我们不必再记住坏事，也不必再与伤害我们的人联系在一起。原谅意味着我们了解自己在这件事情中的主动权，选择与更好的生活为伍。可是我应该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原谅？说服你自己，来一场感情上的大扫除，断舍离。Thank you.
5年前我遇见一个女孩，那个时候我认为我们这一辈子可以在一起，甚至我买了钻戒向她求婚。先生你好，跟您确认一下，这款是迪亚主打款 Love Line 系列的钻戒，这个钻石的重量是50分，以及您唯一的赠与人是江小溪女士。如果这些信息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这边就可以为您办理定制了。定制的周期是15个工作日，您可以选择门店自取或者邮寄。如果邮寄的话，我们会为您购买全程的运输保险。行，就这个吧。好的，先生，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，我会为您注册 DR 的真爱编码，也请您在真爱协议上签上您的姓名。之后呢，我们会把 DR 钻戒跟真爱协议一起给到您，您就可以通过上我们的官网，然后输入身份证就可以查询到真爱协议了。用不着这么麻烦吗？您直接给我办定制不就行？先生是这样的，因为 DR 呢是必须要男士出示身份证以及签署真爱协议才可以买的，一生呢只能定制一枚，因为呢他只能送给您一生唯一的真爱，所以呢您之前登记的江小溪女士呢之后是不可以再更改了，请您理解。我按你这么说，我在你店里买东西只能送给一个人。是的先生，因为 DR 所有的珠宝呢都是一生只能送给同一个人，之后呢你们的婚礼纪念日节日呢都可以在 DR 定制的。行，我再考虑考虑。好的。虽然这个钻石比较小，我是真刷爆了所有的卡，能买的只有这么大。那很大了。你等我赚大钱，我回头给你补上。当我将一生仅能定制一枚的第二钻戒赠予你，代表你就是我的一生唯一真爱。第一次，我第一次感觉到身体的异常，就是签这个东西的时候。感觉就像在结婚证上盖了一个章，当时我手心一直在出汗，呼吸都困难，特别的紧张。但是我知道我很爱他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可是到了领证那一天，我逃走了。收走吧。从那以后，这都5年了。每次我一提到结婚，我真的心里的那种压力和那种恐惧，特别的急躁。焦虑，现在我已经发展了起红疹子，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发火，现在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了。前几天我跟我女朋友还吵了一架，她问我是不是后悔了，我没有办法跟她坦白，我更没有办法跟她说我的恐惧。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我真的扛不住了。所以你认为
你现在的这些恐婚的症状，都和五年前的那段经历有关。是，没错。为什么我不去看心理咨询？因为我知道这个病因。那你认为病因是什么呢？负罪感。因为我内疚。因为我知道。我知道伤害了那个女孩，而且这不是简简单单的感情的伤害，我几乎是毁了她的人生。那你们最近又相遇了？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巧，我又遇见了她。她为了报复我，逼着我和我现在的女朋友求婚。你刚说，你向你的女朋友求婚，是那个女孩逼的。对，我能感受到，我能感受到她对我的恨意。我每次见到她，我都会想起我自己犯的错，我就更害怕。我很担心，我这一次就。我已经尽量的说服自己了，我觉得我可以应付过来，但是每次的生理反应我怎么都压不下去。吃药，这是我最后的保障了。医生，这回你可以给我开药了吧？抱歉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我不但不能给你开药，而且我也不能做你的心理咨询师。我会把你的情况介绍给另外的咨询师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就由他们负责对你的治疗。如果你现在知道我所有的情况，你告诉我你要换人，让我找其他人。你什么意思？真的很抱歉，我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。但是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，我必须遵循我的职业操守。什么职业操守？我要保护我客户的隐私。保护隐私？你保护谁隐私啊？你现在知道我所有的情况，你现在还坐在我对面跟我谈，你还要保护隐私？真的对不起。我知道我这么做对你很不负责任，但是我必须这么做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不会泄露你的任何隐私，就像我不会泄露其他客人的隐私一样。而且我们中心其他的咨询师也很优秀，你在他们那儿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。我要起诉你。喂，你听得到吗，陈炯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就去那个喷泉广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要是有事儿，我们改天说行不行？
你能来就来，不能来拉倒。当初就是在这里向我求婚的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来过这儿。每次坐出租车经过的时候，还要特地嘱咐司机绕道走，真傻。你把我叫来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就不好奇我为什么把你约到这儿吗？我不关心，你叫我来我来了。如果你要有话你就说，如果没事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走了？你一点都不觉得愧疚吗？愧疚？我还不够愧疚吗？江有心，这么我